发比较长，而且露出这个长的部分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中间的横线会比较短。那我们看一下横线有不接的，看了没有？有轻轻的碰到的，哦，中间不接，啊，大部分中间不接，然后这个接到了，这个接到了，那这里不接，你们看，接不接，每一个字都不太一样，但是有点相同，就是说它都会大约都会细到粗，细到粗，哦，细到粗都会有这变化。那最后面、最下面的这个横画会比较长一点，这个是共同点啊，都会比较长。哦，中间的横画会比较短啊。那再看一下这里，左边的点是一个竖，就是直的，右边点变成一个横点啊。那横点又比较高一点。好，看一下这里，这里他写一个小，事实上最早以前事实上就是一个小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这样。那一样哦，竖钩会比较低。好，那这里是轻轻的碰到而已。然后再看一下，这里两个口，对不对？下面的口会比较扁一点，比较宽一点。好，再来一扎哈，看一下也是有横画的，左边长，右边短，一样，竖钩比较低，两边的点会比较高哈，上面比较，你看一下。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上面比较短，下面比较长。那请看一下，这也是左边长，看一下，从这个点这样来看，点跟横画不没有碰到，这里轻轻碰到，这里都不碰，这里也不碰，它会产生一个非常宽阔的感觉。然后这里两边的距离大概要差不多。OK， 来，你要哪两个字？